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我们学习请安大师劝发菩提经文，已经进入第九的发心因缘，就是求生净土。所以我们谈到要发菩提心，有因缘可以助长，所以从感念佛恩，感念父母恩，感念师长恩，还有众生恩、施主恩，还有能够念生死苦、尊重己灵、忏悔业障，都是能够激发我们要发菩提心，也就是我们应该要修行，我们应该要能够修善止恶，还要能够真正的探讨我们生命的真相。所以发菩提心基本呢，也就是开发我们自己的心性的觉性，能够用善法来成就我们的心性的本来的清净。所以在行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用十种因缘来劝发我们要发菩提心啊。那我们已经在上个单元讲到第九个，就是求生净土，还有第十呢，就是要能够发愿要令正法久住而发菩提心。所以在求生净土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间修行已经是不容易了，可是呢，因为娑婆世界的种种的障碍，让我们容易退菩提心，所以我们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让我们可以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有诸佛、诸大菩萨围绕，而能够修行得力。所以求生净土基本上也就是能够让我们发菩提心更加的积极，也就是让我们发菩提心而能够真正的究竟圆满，能够成就。所以发菩提心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更能够让我们成就度化众生的愿力。所以可以说借着我们发菩提心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成就。所以用这样子的对照呢，求生净土它实际上也就是要修行，那发菩提心也是要修行。所以行安大师呢，在求生净土而要发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呢，也就是把我们求生净土跟发菩提心修行呢，是把它结合在一起的。那这个中间呢，他又特别提倡用持名念佛来达到能够有善根，有多福报的资源。那这样子呢，
也让我们知道有一个简便的捷径，就是持名念佛。可是持名念佛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基本上也是要成佛，所以也要发菩提心。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更要了解说，我们有持名念佛的这样子的简便的方法，实际上也是要包含修一切的善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佛六度万恨，其实也是发菩提心的内容啊。所以持名念佛也要发菩提心，也要修六度万恨。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持名念佛不是简单的啊，因为如果我们真正要念得好，我们心要专注啊，它本身就有禅定的力量啊。那我们真正念佛念得好，是要往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要跟佛学的，要成就菩萨道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发愿度化众生的这样子的大悲心，没有这样子的菩提心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目标呢？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虽然用简便的持名念佛的法门，其实我们一切佛法都要修学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有偏差，以为说哦，那我只要持名念佛就好了，那我什么修行也不用了，那我好像一些这个佛法呢整个的内涵也没有什么这种兴趣要去学，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把持名念佛呢当作很消极的，好像变成是很小的一个部分。那实际上在这里是说，用这种简便的持名念佛法门，那它就要当做一个入门然后呢，我们要用真正的学佛的整体的内涵作为我们也要发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它的资粮所以这样的话，它是跟学佛修行那整个的行善没有分别的那所以我们针对上一个单元所谈到的求生净土也要发菩提心这样子的一个重点来作为一个补充，然后行安大师又以简便的执持名号，能够作为我们入门的方法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强调我们持名念佛也还是要跟整个学佛要结合在一起。所以下面行安大师呢，他又把念佛跟发菩提心他的关系再做一个结合所以他就说，好，那我们就是要念佛，也要知道说要成佛嘛然后呢，我们念佛要成佛，当然也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为了要成就菩提心，就是最容易的方法，也就是能够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样子呢，更好修，更好成就所以是为了这个样子所以下面呢就提到说，是则下菩提种，更以念佛之理道果自然增长，乘大愿船入于净土之海，西方决定往生，是为发菩提心第九因缘也。所以这里就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发菩提心就等于是下了一个菩提种子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都有菩提的本性
也就是觉性啊，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知道菩提跟觉啊，它是一个梵文的音译啊，是菩提是梵文的音呐、啊，那觉就是我们中国的翻译的意思啊，那同样的一个衍生的字呢，也就是佛啊，那佛跟菩提呢，它在梵文的字里面呢、啊，它是同一个字根的，也都是觉悟的意思。啊，那菩提呢是一个觉悟的本性，佛陀呢，也就是已经成就觉性的人，是一位觉者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也有菩提心、菩提本性啊。所以我们发了这个菩提心呢。就表示说，那我也要把我的菩提种子的本性呢，我也要把它成就出来。那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发心的时候呢，我们的觉性是本有啊，可是它就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啊，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栽培它所以就需要好像是播种一样啊。啊，所以在这边就提到说，我们下了菩提种，发了菩提心了，那要根以念佛之理，也就是说，根是耕种的意思啦。啊，那用什么来耕种呢？就是用念佛，啊，也就是显安大师所提倡的持名念佛了。所以我们用持名念佛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法门呐、啊，就好像我们一直在犁我们这一块的田呐、那我们播了这个菩提种子它就可以就是可以萌芽，然后开花结果。所以在这里呢，耕呢就等于是说，我们一般说耕心田那我们这个心呢，其实上有很多的杂草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觉性是要能够去除我们的这一些这种好像苗圃里面的这一些杂草野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田就不长无名草那觉性呢常开我们的心田常开觉性花所以。这里用念佛来当作我们耕我们的心田，那以念佛就好像是这个耕田的犁，就是能够翻土了，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显安大师呢，他就是提倡用念佛持名，念佛的法门。那因为如果我们很专注，我们真的深入念佛的三昧那即使是持名念佛的话，他也是心心念念，能够跟佛号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一般通常常常说的，一声佛号，一声心就等于是说，我们的一念的佛号呢，其实是用我们专心一意的心在念，那。这样子的念佛呢，我们的心跟佛也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就如同阿弥陀佛在我们心中一样所以这样子的说法呢，就每一声的佛号呢，就离就是耕田开了我们的心的心田，然后。去除了我们心里的这些无名杂草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那就等于是用持名念佛跟发菩提心，是能够成就我们的这个菩提种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它实际上是要劝我们能够专注念佛那因为。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确实是要全心全意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念佛的利益，也有念佛的真正的功夫了所以后面就说道果自然增长。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成就的呈现基本上也可以看得到是，我们念佛可以念到一心不乱，也就是念佛也能够观察我们的心念那因为我们的心越念佛越安定，那我们等于是借着念佛，其实上也在修持观一样因为我们可以念念都很清楚，那念念都很安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它也开发了我们自己本身在念佛一心不乱的时候呢，那心也可以如入禅定，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贪嗔痴烦恼那能够断除贪嗔痴烦恼，那这样道果也增长，也就是我们所谓要正道出果恶果三果四果也就是能够先看到无我没有我的执着，然后也能够消除我们的贪嗔痴烦恼那正道有这样子的道果那念佛也还是有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愿力那这个又是菩提的这种大果所以它就等于是兼具了我们自己本身的的这种离苦得乐消除烦恼的作用，然后呢，要真正能够用心在念佛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成就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成大愿船入于净土之海所以这边呢，就又告诉我们要乘大愿船入于净土之海，就自己呢，还是要有一个愿力，就是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我们念佛当然就是要能够意念阿弥陀佛虽然是只有强调持名念佛，可是它也是要我们能够乘大愿船呢，就是阿弥陀佛所发的48大愿，就是阿弥陀佛他还没有成佛以前，还是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发的说，他如果以后他真正成佛的时候他要用48种的这种庄严国土还有这个国土的这个正报这些都很庄严那还有呢，就是让众生也可以发愿往生他的国土呢，也都可以往生这样子的愿那其中呢，在48大愿里面呢，就是以19、20那这两个愿，那么还有第18愿就是让众生呢，只要能够称念阿弥陀佛的，或者是向往要往生阿弥陀佛的那么都可以往生他的国土所以在第18大愿里面说到设我得佛就是阿弥陀佛自己本身在法藏比丘的时候所发的愿所以我就是指的当时的法藏比丘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那表示说，除了是有这个极恶的人，那么只要能够有信心而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乃至呢，他只有称念十个
啊，阿弥陀佛的圣号乃至十念啊，那么他就决定可以往生了。因为这里讲的说，如果不生者啊，那么就不取正觉，也就是佛阿弥陀佛就自己啊不成佛这样的意思啊，那就表示说他现在已经成佛了。所以呢，只要有众生呢啊要发愿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那有这样子来意念啊，那乃至十念的这么少的啊次数啊，他都可以往生啊。那这个部分主要的应该是在说自心信要啊，他自呢就等于是一心一意啊，那真的啊就是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非常的向往，那么一心想要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只要是啊，至少到十，就是只有十念呢，他也可以往生啊。那第十九呢，也是相同的啊，有类似的说：设我得佛啊，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心发愿，欲生我国啊，临寿终时，假令不得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啊。那这个部分也是，就是。没有提到说是十念呐、啊，可是呢，他是修诸功德发菩提心呐、啊，啊，自心发愿欲生我国，那就等于是说，他是一直都在修行发菩提心呐、啊，那以度化众生呐、啊，啊，这样子为他的修行的内容呢，那么他还能够发愿啊，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只要自心啊，一心一意发愿呐、啊，那。也可以，啊，就是往生了，而且是在他临命终时啊，那阿弥陀佛跟诸圣众呢就会去迎接，啊，所以这个是第九、第十九愿啊，那20愿呢也是相似的，啊，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持众德本，自心回向，欲生我国，啊，不果遂者。不取正觉，好，那这里也就是啊，把前面的第十九的愿呢，他这边呢就是啊，能够强调他把他所修的所有的啊这一些的功德，还有呢啊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圣号，然后能够意念阿弥陀佛的佛国土啊，那把所修的功德都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里也是强调说，还要持众德本，持众德本，也就是说，他要种植所有一切的这个德本啊的功德本，也就是要修一切的这些善行呢。那么把这些善行呢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他也可以往生。所以这个是阿弥陀佛的48愿里面呢，其中的这啊十四。哎，这三个愿呢，最主要的也就是等于是阿弥陀佛呢，他就是有这个愿力啊，希望众生呢都能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一般都会说，哎，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为什么特别来啊弘扬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那最主要的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里面呢，就是特别。啊、哦，有鼓励众生发愿往生他的佛国土了，所以是有佛这样子来鼓励啊，所以我们众生也啊，就是能够多发愿往生，那就是佛就会接受了啊。所以在请安大师的这样子的一个劝导里面呢，特别啊指出来说，乘大愿船啊，啊，也就是以48愿里面的。第十八、十九、二十啊，是佛有这样子的一个来迎啊、来接啊的这样子的大愿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法船，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船呐、啊，那就可以入净土之海啊，那一定是可以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很清楚，就是啊，我们要修行发菩提心。啊，那能够成就我们度化众生的最简易啊，那能够
也成就我们的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就是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继续修。那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子的简便的方法，就是持名念佛。可是呢，我们还要修一切万行，我们有这些功德啊，我们决定往生呢 所以这个就是第九个发菩提心的因缘，就是我们要发起菩提心，要能够啊求生净土，那就是我们要修善行啊，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好好的修，那就成就我们的菩提心来度化众生。从显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那我们已经了解了，要发菩提心，还是要有助长的因缘，所以我们上一个单元正好讲完第九个，求生净土而发菩提心了，就等于是我们也要修善行，然后成就我们的觉性，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更容易成就，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呢，我们更要能够持名阿弥陀佛的圣号，然后也要修六度万行，那第十，我们接着要来了解显安大师劝发菩提心的第十个因缘，也就是要令法久住，也就是令正法久住，所以要发菩提心。在这个世间呢，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听闻佛法，佛法就是正法，这个正不只是正确，而且它是符合一切诸法的真理，让我们明白这个世间它的一切现象的道理。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就是要由已经证道的，像佛、菩萨、欧罗汉，那祖师大德、圣贤呢，他们有这样的经验，有实修，有实证，那由他们所教导出来的，让我们还没有证悟的人，那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世间是有道理的，世间是可以由自己来修，来有这种能力看到世间的真相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正法，所以佛法它是由佛一位觉者所成就的，告诉我们的这一些诸法的现象，还有我们应该怎么样子修才能够也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这些方法。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法呢，都是一切诸法的真相啊，所以就又叫做正法啊。所以要能够让正法久住呢，就是要发菩提心，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要去真正证悟到正法，也就是我们也要成佛啊，有开发我们的觉性啊。那这个觉就是能够觉察真正明白了解一切事物的真相啊，所以要自己也成为一位觉者，那就等于是我们就多了一份正法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娑婆世界的正法久住，也要发菩提心啊。所以显安大师呢，他就在第十个发菩提心的因缘，就以要令正法久住为我们要发菩提心的因缘啊。那在这个里面的内容，它就分为两项啊。第一项，它就先念痛念正法难遇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悲切这个世间真的是正法很难看到。也就是说，我们芸芸的众生都是在世俗的俗法都是错误的因为
这个都是偏离我们的觉性了，啊，可是，一般的芸芸众生呢，却都以世俗为我们争取的对象啊，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啊观察呢，我们啊深感悲痛，所以痛念正法难愈。然后第二个呢，也就是，既然这个世间的正法啊这么难啊看到，也这么少人啊在修行啊，也这么少人，更少人可以证道啊，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发心啊，以我们自己来做开始啊，要来啊修行，来证悟，然后呢，才能够让正法久住啊。所以在第一项啊，痛念正法难愈的这样的内容，请安大师啊，他都啊先反问说：云何啊令正法久住啊？这个是第十个因缘的啊主题啊，也就是要让正法久住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啊，它的内容就是为啊我世尊无量劫来为我等故。修菩提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因缘果满啊，遂至成佛。即成佛已，化缘周期，入于涅槃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先让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他也是修行啊，才能够证悟的啦，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啊，佛也是这么辛苦而修行证悟的，啊，所以说啊，我世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啊佛啊，他的十号之一啊，也是为世所尊呐，啊，因为他是觉悟者嘛，他是世间啊，唯一看得到这个诸法啊真相的啊圆满的这个觉悟者啊，啊，所以他是世间啊所尊重的，叫世尊。那佛呢是无量劫来他修行的，那么为我等故啊修菩提道啊，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佛呢，他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示现呐，其实他是从《法华经》里面显示出来，他是久远以前是成佛的了，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呢，还是有啊成佛的啊的这些啊成就者啊，那世间芸芸众生迷惘的人还是很多啊，所以呢，啊，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就要有佛呢，啊，就是在下生到这个娑婆世界啊，或者是他啊已经入灭了，再来一次，就是在我们这个芸芸众生的娑婆世界啊，他又要再说法一下，啊，把他成就的这样子的修行过程呢，在我们这个世间让众生呢，又提醒说啊，也还是要修行。啊，有这样子的例子，啊，所以让众生可以学习啊。所以呢，啊，佛到这个世间来成佛，也是为我们啊所示现的。所以说，为我等故啊，修菩提道啊，所以让我们真正可以看到说啊，一个在同样娑婆世界的众生的这样的过程，他是可以这样做得到的。啊，所以他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在啊还没有出家修行以前呢，啊，那他是在皇宫里面，是一位尊贵的王子啊，啊，他过着享乐啊荣华富贵的这样的生活啊，啊，可是呢，他因为看到人有啊，老病、
使得这一些的不圆满啊，啊，是苦啊，所以呢，他就离开了皇宫而去修行，所以是我们一般做不到的啊，他的能够做到。那难忍能忍，也就是指着释迦牟尼佛呢，到了雪山苦恨六年呢，他吃很少吃到皮包骨啊，那么他最主要的也是要去思维说，众生的苦，他的苦因是什么？然后呢，要怎么样子除这个苦？所以呢，他先修这个苦恨啊，那就是要让自己呢，要专心一致呢，去探讨我们生命的真相啊。那当然，他在六年里面呢，他没有真正看到这个苦因啊，他只是呢，在这个静中啊。就是看到他的过去的事就是累世就是生啊又死，生啊又死那他后来呢，就到菩提树下才真正的就是开悟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所悟的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真正的一个觉性呢，是不生不灭。然后呢，是因为我们世间呢，都是有这些的因缘法，所以呢，我们在因缘法里面不明白，所以起贪嗔痴烦恼，所以就是苦因那要去除这些苦呢，我们就是要断除贪嗔痴烦恼的这些无明的因呐。所以他这个时候的真正的成就呢，是。经过了这个六年的苦恨，让他的心这么安定然后能够开发这个觉性呢，觉察我们这个世间的苦因，而能够断苦要成就道业，所以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讲出来的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所以他能够经过这样的苦恨呢，是难忍而。能忍，一般的人做不到，所以要六年在山上吃一点点，然后全部都专心的打坐，能够观察诸法的真相那这个是不容易那所以能够因缘果满，也就是他所修行的这一些因，他都具备了，他能够真正的去这样子修了。有必要达到觉悟的这一些的条件，他都做了，所以叫因缘所以果满，也就是他能够这样子做到这些一切的修行的因，所以呢，他的果能够成就一位觉者所以也圆满了那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因果。因果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就看到的这个因果呢是绝对的善因而证到绝对的善果，所以因果律呢是一个道理它并不是说因果都是不好的，因果也有好的我们好的也是要靠好的因才有好的果所以讲因果呢，它是一个真实的事实的真相。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果，我们就得种什么样的因所以佛呢，就是种了修行的因那能够看到一切诸法的真相，所以证到佛果所以遂至成佛所以他才能够成佛就真正成为一位觉悟者然后他成佛了以后呢，他又就是教导弟子49年就是说法不断，那也让他的弟子都能够证到阿罗汉果，然后到《法华经》的时候，又让这些证到阿罗汉果的声闻弟子又回小向大，都能够发成佛的心，所以也都得到佛的授记，将来成佛所以。那这样子的教导，就化缘周期，
也就是说，他所教导的众生的这些的教化的世间的缘呐、也都周呢，就是圆满圆满，然后就是完毕了以后呢，他就入于涅槃那这个是整个佛的修行过程是这么不容易的。然后他证到成佛然后也教导了众生这么圆满所以这个是佛所留下来的正法的一个典范，因为佛所说的就是正法嘛，所以是由他所实修实证而讲出来的那佛入涅槃了以后呢，是应该是有法，还有僧就是佛所教导的弟子只是佛不在了就是佛的色身不在了。所以呢，佛入灭以后呢，正法、相法皆已灭尽，仅存末法有教无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竞争人我，禁逐利名，举目滔滔，天下皆是，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意，生是何名，衰残至此，殆不忍言，每一息思及，不觉泪下。所以这里呢，也就是显安大师的感慨佛已经成就了，也说了法了。那本来是有这么多的佛法留在人间可是因为佛入灭了那么这些弟子们也一个一个也入灭所以呢，经过了正法，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是正法，然后佛入世入灭以后，还有这些弟子证到阿罗汉果的，有修正的那还算是相法，也就是因为要有证悟的，他才能够真正看到诸法的真相那才能够真正讲的是正法嘛。那如果这一些正果的人越来越少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由相法而到末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教无人就是有教化，就是有法我们像现在还有经典可是呢，无人就是没有真正修行证悟的人，也就是没有办法依照法教里面所说的方法来修，也没有办法证到佛所说的正果的这个境界的这样的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邪正不分就是到底有正的人，他才会真正有他的这个证悟的境界那如果没有证的人，那他是只有口说那口说的话，也没有人可以破解他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邪正不分就变成自己可以就是讲自己证到什么样的境界那没有这个实质的内涵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的危险就是在末法时代，那这样的时候呢，是非莫辨那本来呢，我们说还没有证到那其实佛所说的戒定慧还有一个戒的戒条可以来依准那我们自己本身也要能够以我们的行为规范来做我们自己的这种行为的依据然后呢，我们应该所做的也是要能够朝着说，让我们的心
啊，能够开发智慧，啊，那还是有法可以来对照了，啊，只是呢，在世间如果啊，大家的人心呢，啊，趋于啊邪恶的多，偏见的多，啊，那就会以自我为是啊，啊，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是非也莫辩了，而且呢，就是竞争人我，啊，就会以自己啊，来作为一个标榜的对象，啊，所以呢会排斥别人，所以说竞争人是啊，在别人的人群之中啊来竞争，我要比别人好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就变成啊，好像争名夺利了啊，所以竞逐利跟名啊，就是我们还是想在这个世间呢，啊，得到多的利益啊，所以呢，啊，在世间呢，就会争取这样的一个名声啊、名望啊，啊，就等于是啊，外表的这一些的这种啊，一个这种别人的尊敬啊，啊，那因为有名声的话啊，人也会比较啊知道，那可以得到的利益也更多啊，啊，所以就在啊这个名利上面去啊追逐啊，那在醒安大师呢，是在清代的时候啊，那已经距离呢现在已经也有差不多600多年了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啊也是好像历史以来也都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醒安大师就是说举目滔滔啊，就是我们放眼看去啊，啊，就是这么多的这种情况啊，滔滔啊，也就是说，这个啊，这个情况很严重了啊。本来说是势力很强大了，也就是说，世间啊都是在争辩啊，都在竞争，都是在追逐名利啊，那天下也皆是啊，就是整个世间都是啊这样子的现象呢，那造成呢，在这个世间呢，就不知道佛是什么人啊。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有的人连佛也没听过了啊。那也包括说，那我们有听过的人，那知不知道佛是怎么修的啊？佛是怎么样子的内涵啊？那这个应该也是包括他的深意啊。那法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法的内容是什么？啊，佛所说的法，它所指的是什么呢？啊，也就是我们能不能了解说，其实法啊，不是迷信，是真的是让我们知道啊世间的一切真相啊。那乃至僧是什么人，我们也不知道。啊，出家人应该修行啊，出家人应该要学佛所行啊，那这些也不知道，所以现在的佛法呢，就是衰竭到这样子的情况啊，实在呢，就是不忍再说下去了啊，所以呀，思及如此啊，不觉泪下，也就是感叹现在的时下啊，这样子的悲惨啊，所以一感念到世间正法难以看到啊，那世间的现象都是求名求利、邪正不分啊，是非莫辨那所以呢，也更要发菩提心，好好的能够修行啊，让我们也能够看到正法、正到正法。那这样子呢，也才能够另发久住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是醒安大师先谈到痛念正法难遇，然后再继续要我们啊发心要修行啊，所以要发菩提心啊。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到这里啊，我们把学习发菩提心功德，我们来做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报恩孝亲启建梁皇宝忏法会暨三十系念法会，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梁皇宝忏法会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8月27日星期六，三十系念法会时间上午9点，恭请慧泰法师、慧亮法师、广护法师共同主法。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6，039898686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9月13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6，039898686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你可能已经了悟佛即是你的自心，但仍应视庄严的本尊挚爱如一己之心。你可能已了解苦的本身即是最大的乐，但仍应避免制造一切的苦因、苦行和苦业。你可能已经转化情绪为本觉，但仍应避免以三毒和五毒之火烧灼的心。你可能已经体验到无为是最大的自在，但仍应以最大的精进致力皆善。未来世自称为禅修者的你们，如果你抱持高尚的见地，但行为依旧低劣，你便有受制于享乐主义的危险。如果你宣称信仰空性，却相信空无，你便有落入断见之边的危险。
如果你的修炼是将自心禁锢在无念的昏沉之中，你便有落入声闻极灭的危险。如果你宣称万法唯心而行为轻浮，你便有落入下三道的危险。如果你攀执最高见地而嘲笑其他佛法的修持，你便有落入无尽痛苦地狱状态的危险。如果你无法攻占无造作了之的堡垒，你便有落入六道轮回的危险。如果你进行禅修却相信心是恒常的，你便有落入常见之边的危险。如果你假装禅修却尚未了知心性，死亡时你便有误入歧途的危险。若在进入佛法之门珍贵的明灯之后，你无法在一生之中努力求取无上的成就，反而继续追求如此毫无意义与累忧人们的世俗目的，你便有落入佛法与自心分享的危险。不要用不平衡而愚蠢的修行来蒙骗自己，应赋予你自己真实闻思修的一切财富。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